好，今天我们开始介绍这两个字念夫，这个念念夫。好，夫爵。你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病，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好，那有幸呢，我看过。好，这个人呢，但能前不能却，只能往前走不能退后。不但不能退后，还刹不住车，哦，还有走走撞了墙，哦，还跑了走在美国的时候走到别人邻居的院子里面去啊，摔倒，哦，然后这个呢，但能前不能却，这是叫做次，好，这个字呢念串，好，串就是。承山穴，哦，承山的地方，哦，承山穴，入两寸，就是太阳经受了伤害。所谓入两寸，我们既然要扎承山，这个小腿呢，这是腿哈。那一般呢，如果你是牛奶喝多了，这个踝就比较大，足踝裸会比较大，这是腿的肌肉。蒸成山的时候，手要在手底下摸了他的足的胫骨，蒸从这边下去，直接砸了碰到骨头，也就是说从腿背直接砸了要砸了前面的骨头。那你如果你手不在前面，你就不晓得里面蒸进去的方向是左右啊。好，所以我们手很天然的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哈，那手放到这边，你自然而然就会砸到这个骨头。就不会失误，一定要真的碰到骨头才可以治好它。好，太阳经受了伤害，有没有这种呢？有，好，有。这个呢，跟这个常常同时出现。好，一般来说，你看到这个人呢，走路，你病人来找你，好，有两个人搀扶着进来，坐到你的门。那个诊疗室里面，你看他的手，这样抖，他不自主的一直抖，哦，一直抖，然后呢，你把他手按到不抖，你看他的肌肉还在跳，哦，那严重的时候人身上都会晃，这个就是后面要介绍的，病人常以手指病，啊，肿痛使人身体润润者，藜芦、甘草汤主之，哦，为什么是这样？就抖啊。有一般来说抖右手，哦，抖右手很多。那平常这个人就是手就这样子，常常会这样子。然后你跟他说不要抖，他就停下，不动。然后他过一下他忘掉了，他又开始抖。好，那如果是Parkinson，那是你叫他不要抖，他还是照抖。这个呢，你叫他不要抖，他一专心的时候就不抖了，他一不专心的时候就开始抖。好，为什么是用这个藜芦甘草汤？这个药也不见了。这个病因呢，是痰，哦，痰饮造成的。那你们说啊，老师，痰饮我们前面有很多药啊，半夏、天南星，好，《本草经》的《神农本草经》里面的天南星，我们的甘遂，好，这个还有这个像祛痰的这个长山苗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杏仁也可以祛痰啊，好，所以相当多的祛痰的药，皂荚。那老师为什么不用？一定要用这个藜芦，有原因的。好，因为只有这个药能够清除血脉、神经里好的痰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痰是痰饮在经络上面。在经络里面呢，你用别的药继续清不出来，好，必须要这个药，好，这个药，也就是藜芦甘草两味药而已。那一般我们遇到，只要遇到两味药的，藜芦呢都是甘草的两倍，好，大黄是甘草两倍，好，桂枝也是甘草两倍，好，半夏啊诸如此类的都是甘草两倍，那这个药就没有了，其实就是两味药。那这种病人有没有了？有，
啊，你以后你一看到，你要知道他是不是 Parkinson 很简单，病人在你面前抖啊，你就停，不要抖，他就不抖了，这就是，好，藜芦甘草糖症。那如果你叫他不要抖，他还是抖，那就不是这个处方。然后你就问他，你看他手在那边抖，哎，先生，请问你，你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停不住车，是直接撞到人家家里面就摔倒？哎，你这个医生很厉害，你哪里摔的？好，就是藜芦甘草糖。那这个症呢，出现在这个人呢、哦，有个性，倔，好、哦，心里面很害怕，怕死，好、哦，看到别人死了，自己很紧张，紧张以后慢慢日积月累以后呢，这个痰饮就跑了，痰饮呢就跑到血脉神经里面去了。所以如果回头看这个人，就是倔，好、哦、怕死，这不晓得有什么好怕死的，大家都会死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好怕死的？哦，他就会惧，到头来就是这样子。好、哦，那如果说他从六十岁就开始 pass， 对，到了90岁还没有死，那很痛苦啊。哦，对啊，他都抖了30年啊，吃饭然后那个筷子也飞啊，那个食物也到处飞啊，拿个汤匙就飞走，好、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好、哦，所以要把这个药找出来，但这个药可以把这个病治好，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惧去掉。哦，经方里面呢，唯一一个。能够壮胆气的药，好、哦、是细心，好、哦、我找了半天就是细心，其他都没有，好、哦，这个我会把它找出来哈、哦，按照本草经的定义，它长得很像葱，然后上面有个白花，然后从那个这个药生了很多的毛白毛，好、哦，啊过去呢有这个临床的案例，就是饥荒的时候，中国大陆以前很多饥荒哈。哦那饥荒的时候，那个他没有饭吃啊，没有东西吃，就把这个拿来吃。他看了路边有这个，就采来吃。采来吃以后，吃完以后，哇，吐很多痰了。好、哦，他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。吐了痰以后，哇，身体非常好，精神非常的神清气爽。那原来这个老太太就会抖，啊，就从此就没有抖了。这个药就出来了。好、哦，就是当年有这个案例。接着呢，我们大家来看转经。好，抽筋，这个人呢，手这个臂、脚绷紧的紧的哈，脉上下行，就是抽筋啊，拉好，这个筋会好，这个有转筋，微旋转筋入腹者，积死白哈，这个诗呢印错了哈，应该是这个诗才对，这个积死白呢，就从鸡大便里面找那个白白黄黄那个东西哈。我才不要吃呢，因为我有没有很好的方子？你真的不要去吃它哦。老师，我常常抽筋，我就吃那个。其实这个当年我们是这样子看，实际上现在来看就是缺钙嘛。好、哦，就是因为鸡呢，它是多食多东西吃啊，多的时候吃的时候，有些谷类啊掉到那个岩石上面，它就一吃把它沙子也吃下去，吃下去以后，鸡的胃可以磨碎，磨碎以后排出来，哦，质变了，就变了，本来色很细，后来排出来变成白色，啊，白色以后就是钙在里面了。那你可以多吃一点高钙的东西，好、哦，还有呢，我们如果脚抽筋，好、哦，痉挛，你们大家记得我讲的话，这都是《黄帝内经》的，好、哦，在《本草经》有提到，好、哦，肝急，对不起哈、哦，肝苦急，好、哦，急食肝。以缓之，啊、哦，那这一句话呢，那有用到什么程度？待会我后面还会介绍给你。哦，老师，这个是不是急很急，叫脚抽筋起来？对，如果抽筋起来的时候，你赶快去厨房泡，拿个糖放在水里面泡开来，一口喝下去，那你放的是白糖就没有用啊，人工糖、精炼糖没有用，因为以前古代没有精炼糖，啊、哦，现代才有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有蔗糖，所以家里面常常准备一些蔗糖或者一些。好、哦、砂糖之类的，好、哦、从甘蔗里面提炼出来的，遇到抽筋的时候泡糖泡水糖水喝，好、哦、就可以把筋解掉，好、哦、筋这个就是肝嘛，肝胃，好、哦、肝胃，好、哦、待会儿还介绍另外一个肝胃，你看它的力量到什么程度哈、哦，我们用经方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处方，然后你知道它的药性，知道它处方的性以后，你们可以用很简单的处方来解决很重的一种病，好、哦、都可以，只要你用对。好，这些都是这个处方号，这个都可以缓筋。好，那你说老师，我吃那个香蕉，
木瓜，木瓜都是中药啊。好，当然可以啊。好，好，这个不要去吃哈，不要神经病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大家看阴湖散气，好，偏有大小，就是男人嘛哈，那个睾丸有大有小，就是时上时下跑来跑去。蜘蛛散，这个蜘蛛呢，你不能随便去抓个蜘蛛来烤，没有用啊。好，它的一定要这个。这个一个房子哈，东南西北，好，要东南角这个做那个蜘蛛在结网的蜘蛛才有用，好，在别的地方你看人家那个毛毛的蜘蛛脚很长的都没有用，一定要脚很短的身体很大的那种蜘蛛才有用，好，那你要抓一票来啊，把它烤成灰再吃，好，散气，那你如果说。那老师，我这个蜘蛛伞实在是难以下咽呢、啊。我看过用，我自己没有用了，看过用，效果很好。那我们有没有别的好的处方？像这个蜘蛛好、哦、和那个桂枝好、哦、两个用在一起，有处方好、哦。我们有两个处方，第一个处方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，就是防己黄芪汤。防己黄芪汤呢，好、哦，这是睾丸里面是积水。睾丸那个亮晶晶的哈，那个水好像那个睾丸变成水泡一样，好，气球里面很多水膨起来，防己黄芪汤症。第二个呢，好是睾丸有散气的时候，我们用当归，好，胜利汤。我用这个当归胜利汤哈，光是用这个当归胜利汤做加减，临床上的时候看我们血癌的病人、红斑性狼疮的病人。尿毒的病人，好，都可以用这个处方来解决。好，那你如果说我们的当归胜利汤里面，我们加点梭沙，啊，梭沙的中药2000，生麻，过去呢南派喜欢用，哦，这个补中益气汤，哦，补中益气汤能够提升它的中气，其实就是我们靠这个生麻，好，生麻，那可以收提它。那你如果说你会针灸，好，针灸。那我们下针下大敦，好、哦、大敦穴，好、哦、隐白。你大敦穴在大拇指的旁边，脚的拇指旁边很痛啊。你一好对砸对侧，如果是右边的睾丸那边散气坠下来，你就砸左边。那砸大敦，你一下就砸一痛啊，一痛就收起来了，好、哦、收起来。那有一种散气的袋，就是那个药那个设计好了哈。那散气袋下面有两个木头，那你可以病人一带起来就把那个散气顶进去，那你再吃这个药。好、哦，用当归胜利汤做加减，不用去抓蜘蛛了，吓死人了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你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要对病人要老实啊，要一定要告知善尽告知的义务，这是法规嘛。好、哦，来跟病人说，我这是蜘蛛，把他吓死了，对吧？好、哦，又讲也讲不出口，好、哦，这也不需要。好、哦，接着下来呢，大家看这个虫。蛔虫、饶虫啊，肚子里面有寄生虫，这个几个条件很简单的一个，我们如何知道病人有虫？诊断的方式好，有人肚子痛有虫，你从脉上面如何看？对，第一个他的发问呢、啊，是张仲女士说了，肚子痛，这个肚子里面痛，脉应该是沉若悬，因为在里面嘛，病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沉是不是病在里，悬是比较寒，好。结果这个脉反而宏大，这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蠕虫、蛔虫在身上，啊、哦，所以虫的脉呢，脉是大的，好、哦，肚子痛脉大，啊、哦，一般的你说小健中汤症或者怎么样，脉都很小，啊、哦，蠕虫之为病呢，令人吐也，嘴巴呢吐口水，心痛就是胃痛，好、哦，发作有时，毒药不止者，甘草粉蜜汤，这个甘草粉蜜汤是比乌梅丸更上一层，在经方里面呢。最强的打虫药就是现在介绍的甘草粉蜜汤。好，那这个虫在肚子里面，过去呢我们有很多像用吸粉、用雷丸，好，还有一些死菌子，这些都是打虫的药。那我们经方在伤寒论我们介绍有乌梅丸，好，那个由从嘴巴里面吐出来有吐虫，好，我都看过哦，病人吐出来白白一条的小小的哈。啊，一颗就是一吐就是虫出来，好，你看得很恶心啊。他如果是吐虫了怎么办，对不对？
好，那你还假装的不动声色，对吧？好，当医生呢，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你的手伸出去，所以你们在我诊所临床的时候，我每天早上检查你们的手，手指甲一定要干干净净的。你手指甲出来是黑的，按摩病人脉，病人一看，你的手指甲都黑的，心已经凉了一半，对不对？所以手一定要干净。好，好，这是重点。好，第二个就是要这个安静，静如处子。好，不动声色，不管他怎么样，脑筋要很清楚，不要慌，病人慌你也跟着慌，好，病人也紧张你也跟着紧张，好，这个都不对的，好，就是好的经验不够，好，那这个甘草粉蜜汤一定要配合的方子，甘草二白粉，好，千粉，好，这个还有白蜜，这个白粉呢，好，有两派，日本的很多经方家，好，日本的经方家像。这个大冢进阶，好，这个好几位哈，东洞吉义，有人说吉义东洞，哦，我日本话我不会讲，所以他吉义东洞还东洞吉义，我搞不清楚啊。那这些经方家呢，他们认为说，这个粉蜜呢，白粉呢是米粉，好，因为米粉大虫我都不相信，他为什么说吃下去肚子不痛？很简单啦，那个虫你想想看，用死君子。用雷丸用吸粉那种打都打不出来，好，那你这个虫吃下去虫肚子饿啊，对不对？你一喂下去它米粉太好了，它一吃完它就睡觉去了，当然吃你都一喂下去它就不痛了，对不对？喂，其实这样虫还在里面并没有出来。后来我们去研究啊，去研究查了很多的过去的一些经验，这个白粉呢，好，就是我们所谓的铅粉。铅粉怎么来呢？是由烧水银，好，水银啊，拿个杯子，这样子，水银呢放在盆里面，这样火在下面烧，烧了以后气化上来以后，好，烧干了以后，水银会有一层粉，好，连在这个杯打开来以后盖子上面，真正下面的残渣不要用，只用上面的粉，这个就是这里讲的白粉，颜色就是白的，又有毒，好，那你如果说不加。白蜜，我们要设计一个要打虫，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虫吃到毒药，人没有吃到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如果不加白蜜，光是甘草，因为甘草就煮完就是甜的水嘛，那你配上那个粉煮好以后吃下去，那肯定那个虫很聪明啊，虫吃到甘草，那你吃到是白粉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了让虫没有选择，蜂蜜加进去，因为蜂蜜很粘稠，它跟煮在一起的时候变成稀饭，你没有办法分开来。所以虫就会去吃，虫一吃一定会吃到白粉，好，目的在这里面，所以会有白蜜，好，就是所以我们特别这个名称呢叫做甘草粉蜜汤。所以你如果没有买不到蜂蜜，不要煮哦。那老师蜂蜜不重要啊，不行，这个非要蜂蜜不可，好，不然你的病人吃到白粉、铅粉，好，这个虫还在那边啊，病人死掉了，虫还活到，好，因为很毒嘛，哈，你看，所以说煮法呢，好，你可以先。你看三味呢，以水三升先煮甘草，啊，三碗煮两碗，然后把甘草丢掉，再放好粉蜜搅和，对不对？然后煮入薄粥，这样子吃的时候，那个虫就没有办法把那个蜜跟那个粉分开来，好，虫这一吃虫死掉，啊，像你乌梅丸吃下去以后拍出来都活了，哦，因为那个虫是逃走了嘛，不是死掉排出来的哈，是逃走了。你乌梅丸又苦又辣，对不对？又这个味道有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说那个从闻到的乌梅丸根本是那个举家搬迁的，根本是逃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它虫卵什么通通带出来哈。这样，如果乌梅丸没有效，大家就要讲到甘草粉蜜汤。好，好，这个游厥者，好，其人当兔游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前面介绍过。好，病者进食复返，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。进的时候就是虫睡觉睡吃饱了，啊，那虫肚子饿跑出来之后就会烦了。好，所以病人情绪在那边动来动去，你就知道那个虫在那边活动。那我们诊断，如果一个病人他这个哑巴，好，或者他两手没有手，对不对？你要手拿出来，他没有手啊。好，那怎么问你怎么处理他？好，看他的舌头下方，就是我们那个压出来哈，这个。把那个下嘴唇拉出来，看牙齿和嘴唇交缝的地方会很多白软白色的软，还有眼白的里面会有一些蓝色的点，
啊，蓝色点，这都是代表肚子里面有虫，还有我们的百虫窝啊，我们的那个针灸里面的百虫窝都可以协助我们诊断啊，里面有虫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好就是乌梅丸。那我们在《伤寒论》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乌梅丸，所以这里我们就不要重复的介绍。好，对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呢妇人这个妇科。妇科呢，妇人呢，女孩子家跟男人其他都一样，桂枝汤就桂枝汤，葛根汤就葛根汤，只有怀孕不一样。好，那产前产后我们如何去处理它，现在就开始介绍。好，还有女人一些妇科病。好，那男人没有，好，只有特殊，只有女人有。好，那现在就开始介绍这个，其他的男人女人同样的处方都是一样。比如说你得到一个油虫，对不对？你要开乌梅丸，那个女的吃甘草粉玉米汤，男的要吃乌梅丸，没有这个区分。好，那好，你知道我意思，其他都一样，就是这个现在开始女人独立开来，好，不一样。好，不要那么笨哈。如何知道这个太太怀孕了？好，这是古法。你要不要知道以前古人的东西？可以知道啊。万一说你这个哪天你坐在飞机上，结果飞机失事掉下去，你就掉在一个荒岛上面，这个没有什么夜尿西医的东西，你还要记得要用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一用了很厉害的话，荒岛土人就把你当成那个土债主哈。所以说也是还是要知道一下比较好啊，万一不幸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现在你去夜尿很快啊，如果去试，我都叫病人去试，因为你文明嘛，哈，利用西方医学的专长。那你夜尿也没关系，也不会侵入身体里面，没有什么祸害。过去呢，中医的诊断，一个太太，平脉，正常的脉，阴脉讲尺脉，好，尺脉讲的就是少腹。我们一个人呢，身体，胸腔，上面是寸，关，尺，好，肚子是尺，这个是肚脐，好，肚脐，寸关尺，所以讲尺。好，讲阴脉就讲此小弱，这个人渴呢不能食，好，我没有寒热，什么病都没有啊，就是吃东西有点恶心，有点渴，好，这就是怀孕了。好，所以怀孕呢是正常的哦。你这个太太小姐们，你如果不会怀孕是你不正常哦。太太你会怀孕是正常嘛，好，也就是说你当个医生，那个太太的一个小姐来找你看病，她本来是已经结婚五六年都不会怀孕的，可是她来的目的没有想要怀孕了，好，感冒来找你，好，就你帮她开始治她的病，比如她胃不好啊，便秘啊，就你调理她的时候，有一天她突然怀孕了，哎，医生我怎么怀孕了？恭喜你啊，你怀孕是正常的嘛，了解我意思吧？所以不孕症没有一个一定特别的处方，好，有我们经方有一个处方，后面会介绍到温经汤，它并不是一定每一个人都要温经汤，而是看他的症状来开的处方。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治疗不孕症的时候哈，常常是我就按照病人现在啊，你现在便秘是大柴胡汤症，我就开大柴胡啊，你是气喘多少年了哈，我就开有时候是石枣汤，有时候是色甘麻黄汤，啊，我都是用经方了。那有的时候这个病人呢是静脉瘤来找我啊，静脉瘤很严重哈，啊，月经不好或者我们调理他，哎，是他我们用那个甘草，这个芍药甘草汤啊，祛瘴汤之类的，她过一两个月以后怀孕了，啊，这个，好，那也都是正常的人才会怀孕，好，这是我们从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，那第一个条变呢，就是怀孕头两个月，这是最初期的怀孕，好，刚开始怀孕的时候胃里面怪怪的，吃不下东西，好，那摸她脉又正常，最初期的两个月呢，吃桂枝汤就好了，经方你看桂枝汤。所以桂枝汤是调和阴阳最好的处方，啊，绝对不会伤到正气，而是保护正气，培养正气。所以你说，如果说我们现在从《伤寒论》从开始到现在，一回到桂枝汤，大家有个概念就是，你如果希望你的免疫系统很好，抵抗力很强，你没事吃吃桂枝汤，好，从头到尾，那怀孕都可以吃个桂枝汤，啊，这是怀孕前两个月呢，我们都是用桂枝汤。这个六十天就两个月嘛，有这个症状。如果有医生不知道是怀孕了，你看，以为是不能吃东西，好，可能肚子里面堵到，吐法给他做个刮地散，
啊，或喝盐汤，或者是以为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好，那个胃里面有东西，好，这个大黄甘草汤或者怎么样子，你给他攻下，好，这个这种则厥之呢，我们翻译上有两个解释，第一个就是不要看医生，什么都不用看，因为是自然现象嘛，哈，则厥之，他谢绝一些医药，哦，医生，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，你误治的话会产生。啊，可能会小孩子会流产或者怎么样子哈，所以你要注意一点，啊，那这是条辨上面。我们临床上看的时候呢，大家好摸孕妇的脉，我摸了很多，啊，因为很多那个不孕症来找我们看，啊，一般来说我们摸他两手一起摸，病人坐在你对面，两个手一起摸，那病人呢，以这个太太来说，女人呢左边是血，右边是气，啊，所以常态。就是这个女的，不管她们有没有怀孕哈，正常的太太小姐呢，左手的脉要比右手脉大，哦，血要大于气。男人呢，气脉右手要比左手大，好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太太呢，就是不孕症来，结果她右手的脉大，左手的脉小，气脉大于血脉，她就不会怀孕。好，所以一正常人怀孕呢，是血旺气衰的体质的时候哈。你会怀孕，因为我们要靠血来养胎，好，所以说我们在介绍针灸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补好补合谷泻三阴交，老师怎么去记它？合谷是气血，三阴交是血的穴道。你如果是补合谷是补气泻血的话，是泻胎堕胎；你如果是泻合谷补三阴交是安胎。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好帮助大家记忆，好，这是左右的脉，还有呢，寸跟尺的脉。寸脉是阳，尺脉是阴，哦，那当你的阴脉比较大的时候，血旺是气衰的时候，胎位是很好的，小孩子没有问题哈，哦。那如果是气旺，好，哦，血衰，寸脉很大，尺脉很小，那即使怀了孕或者病人有出血的现象，代表说这个小孩子可能会流掉或流产流掉。好，哦，那过去呢，我们还有用脉来看男女，好，哦，男女，那为什么这个脉？可以分别出啊，你怀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好，这个因为原因是这样子，这是阴阳的观念哈。孕妇妈妈的肚子哈，从这边看，这是垫部肚子很大，这是母体哈，这是后，啊，这是前。因为妈妈是女的，是阴。如果她怀了是男的，这个婴儿呢是这样子坐，背是在这边。哦，腿是弓起来的，哦，手臂是这样连在这边，所以面对妈妈的面对面，阴和阳是面对的，就是阳，哦，妈妈是阴，这是男孩。女孩子呢，如果怀到是女的，哦，肚子在这边，这个后面哈，哦，腿在这边，那怀到是女的话，脸在前面，鼻子在这边哈，好，哦，背在这边哈，哦，腿是这样子做的，好，哦，形状是这样子，好，哦，就是因为形状不一样。好，后面比较，他这后面比较高起来，所以看外形的时候，这个如果妈妈怀到是儿子，肚子是会比较尖一点，上面高一点；如果女儿的话，肚子比较下面，因为腿在下面，因为同向，女孩子跟妈妈是同一个方向，好，哦，阴跟阴是同向，好，哦，对，同气相求。那在脉上面呢，好，哦，左手边是女孩子，右手边是男孩，好，哦，所以说你气血的时候，你摸他的脉的时候，哈，哦，如果这个人这个孕妇的脉呢，左手脉比较大。左边是男的，右边是女的，右手脉比较大于女的，好，就是来分辨男女，好，大致是这样子，好，那现在呢，你有没有必要用这个技术？倒没有关系，这个因为怀孕呢不是病，好，不是病，所以你可以让她去验尿啊，或者是做些产前检查，都无所谓，因为不是病，好，那病就不行咯，后面怀孕中间。妇人会遇到哪些病？好，都会有一个一个的处方很详细的介绍在这里。好，哦，所以经方呢，经柜里面篇幅不多，但是每一剂处方都非常好用啊，哦，非常好用。好，大家来看这一条。一个太太小姐呢，本来就有子宫里面就有肿瘤有肌瘤。好，金水断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，冻在其上者，此为真固害也。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病人呢，他原来的前面三个月的月经啊，我们一般来说问女孩子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问月经。你现在好有流血出来，
但我们可能是子宫肿瘤、肌瘤，或者是你根本就是这个子宫颈癌，这不正常的出血，好，或者是你是怀孕的，有失血，小孩子要准备流掉了，那你怎么知道？现在在讲这个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问太太，您多久没有月经了？哦，我三个月没有月经了。但你在没有月经之前三个月月经如何？啊，我在没有月经停掉之前呢，前三个月月经都非常的准时，哦。当我们知道她月经很准时，突然没有月经的时候，很可能就是怀孕了。如果她月经